欢迎回来，我们 Bio Pod 系第二 part。那这一 part 呢，我们Yolo老师难得来啦，对不对？那算难得来吗？已经两个礼拜看到一次，有点腻了。好像我也觉得有点腻，我觉得不像在当兵啊。我每次一定开头一定要呛他一下。好啦，那Yolo老师呢？为了要复健呢，哎，不是那个身体，不是身体上的复健，手指的复健、是手指的复健，脑力的复健。我们特别真的啊，脑力要复健，智商复健，智商复健。人家干脆拿那个电流刺激大脑比较快，又回到两个礼拜前的状态，这样子。好啦，那我们让Yolo老师来玩 rank， 然后顺便边打的时候，我们边跟大家聊哦，卡琳这个角色，以及呢。哦，他在一些平常对战的时候，一些心理战的部分啊，还有一些力回的部分，那就利用Yolo老师在的时候，因为我们Yolo说实在的，在我们快打群里面啊，他也算是最热心教人的一个玩家这样子。因为你看阿 B 的，因为不要说阿 B 不热心，只是阿 B 他讲的东西可能大家听不懂，因为他外星来的，然后再加上他没朋友啊，然后小象呢，因为。大家比较不敢跟他靠近，因为小象是蛮严肃的啦，小象是蛮严肃的，他就是台上台下都蛮严肃的这样子啊，所以呢，就变成说大家会去找Yolo老师，因为Yolo老师看起来就一副拱兵拱兵，然后好欺负这样，感觉也很闲这样。好啦，所以呢，我们Yolo就边在练习模式等待对手，同时呢，边跟大家聊天，然后也边对战这样子。哎、欸，那你觉得我们今天这一趴做完，你可以把分数打多少？哦，你用你的账号？对啊。哦，你用你的账号登哦，所以现在你是多少？是四千一。哦，四千一是名次嘛，对不对？没有没有，四千一是 LP。啊 ，LP 哦。名次啊。哦。然后他名次跟，但是我 LP 是四千一没错、啊。他 LP 也四千了。对，我 LP 也是4000。哎、欸，所以四千上礼拜打完的时候是不是？对啊。哇，也不容易耶，变铜牌变金牌哥啦，金牌哥哎，不容易耶，因为我觉得其实赢三千分就已经是一个坎了，一个坎，然后高手就是往金牌再上去了，这倒是，对啊，好，那反正Yolo老师都边练习嘛，那你就讲一下为什么你现在要练这个连段吧，因为我要看一下这样以后 CC 打康要怎么接比较好。好，我们所谓 CC 呢，就是 Crush Counter 啦。那我们在 Bio Power 系做的那个新手影片里面有教解，有讲到说 Crush Counter 所代表的意思啦。那 Crush Counter 成立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做一些平常做不到的大伤害连段之类的。那Yolo老师，你看Yolo老师玩了那么久了，他还是在练习模式会练习这个东西，就表示说，然后这个是几个？好，你就按 Option。这样，好，五格确定，耶！哎，好，这样是五格哦。原来询问是这样啊，关，我都没有开询问啊，每次有时候一进来就，有时候就这样，就是悟空。我跟你讲，有时候进来还会是一格，有时候进来会是一格啊，真的假的？我靠，那我以后要开询问，因为我之前都没有开啊。我以为你知道，我以为他询问就是会拉到房间之类那种感觉，对，就是会浪费我的时间那样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哦，好，没有啊。可是这个唯一不能避的就是那个中国。因为中国是假五格，进去还是会顺，进去还是会顺，完蛋了，又是卡琳必须死啊！你的是紫色的嘛？我是紫色的，3700啊，一批是三千七，哎，3700，我第一场我打那么硬的，会不会输啊？输了怎么办？输了就说，输了就脱裤子啊！输了就说这个不是我，然后碰到脱衣服，你脱裤子啊？那你先不爬，打输会掉很大，不会啊，你分数比较低 ，OK 的。打输跟长官报告。好，来，后跳。我真的跑不清楚，谁啊？完蛋了，输了。好，下重脚。对啊，我们这一梗是安排叶子要当赛那个主播。好啊。到底要攻他啥？我根本看不懂卡琳啊。好，这边前摔。打了，踢到了，勾到了，还会飘啊？会吗？我看着还好，凹一下，凹呢？还凹了，被打了一个 crush counter， 那我就凹这个啦，是不是？打的下段没有确认呢，这个就是四千跟三千的差别、啊，你他妈就在那凹乱。你这样的话我都不知道怎么评了，就说这个不要取这样。
好，刚刚 Yolo 就是他蹲中手之后呢，稍微站起来一下，就是摇杆至中了，然后再蹲下去，再按一次下中拳，就是说大概有一个延迟打康，延迟打康，对，延迟打康的概念。按错了，我要升龙啊！我要升龙的，免那个按错会变成站中脚啊，站中手。哦，命！哎，他没有确，他会不会玩了？好意思讲人家，你就用那种要给人家确的东西。哎呦，有这个有有 ，V 五哥爽。哎呦，哎，完了完了，啊、输了！你看，哎，输了，他没接到，输了，花。哎，他会玩，他很强。现在讲这个，好，如果有人不知道凹的意思的话呢，就让我这个台湾最凹大师来跟大家讲一下啦。他都不解摔的，我等一下已经摔死他。因为打卡铃就是不想解，哎解，你看，有在看节目，哎，你看，有在看节目，这是你有没有看到他飘？你们应该很近看到他飘了吧？有稍微飘一点点，还好啦，可以接受啦。哎，他你有没有看到他是什么版的？嘿，跳。我们所谓的凹呢，就是在未经确认的情况之下呢，直接按起身无敌技，好不好？不管对方要打还是要摔，你就直接按下去就对了。嘿，跳。那。因为这种没有确认的东西，有时候回馈很大，所以我们就要哎，哦，有呢。他刚刚两次踢到两三次都不放弃耶，这就是四千跟三千的差别啊。很敢讲，你也才领先人家几百分而已。快学啊，你不是要学？好，我比赛就是一定要这样。还有，你回到主选单，把那个语音调成日文的。刚刚听他现在是英文吗？对，他现在是英文，英文不行啊，对吧？英文不行、啊。所以就是因为英文的关系，我才没办法发挥实力。你在那边哎，四千二了。我在那边打那么凹，我都不想讲了。中间可以啦，我们把 voice 调回去。哎， voice 是什么？有声音啊。哦，活该！你不要连英文程度都跟叶子一样嘛。没有，他是当完兵之后才下。对，全部是日语 ，OK。可以把音乐换成拉西多吗？拉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先。我们顺便教大家怎么调那个，我也不知道哎。声音。然后。背全单背景音乐。倒数第二个。倒数第二个。对，角色对。然后点进去。然后其他的。把每一个勾勾都拿掉。留拉西多。拉西多。哎、欸，这个原本是我在用的、啊。哎、欸，我现在才知道、欸，哎，这个吗？哈，对，留着。耶、欸，各位啊。自从我听了拉西德的音乐以后，我开的箱子都是金色的。自从我的音乐调成拉西德主题曲之后，我的 PP 马上上三千。哇，是不是？是。没有了，没有，就只有选单的有。只有简单而已啊，好可惜哦。我以为都打了都变了，不行啊，那太洗脑了。练习模式搞不好可以调。练习模式，不知道。大麦克说，难怪我卡2000。好，这个我们现在看到 Yolo 练的那个中拳起始连段，这个就算是卡林最基本的东西了。对，所以中拳之后接的那一招是什么？天虎嘛，哦，就是往上举那个，那个是确认命中才要按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因为这个被挡住负蛮多的，负蛮多的，负六七八。那如果是对方挡住的情况之下，你会用铁三靠吗？对啊，哦，轻的铁三靠负二嘛。对，没有，他铁三靠没有等级之分，就是铁三靠，就都一样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负二，对不对？负二，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我还以为重可以去。啊，这个比较难啊！哦，天虎接铁三靠，对，天虎接铁三靠是要最速嘛？是要最速。他铁三靠最速的话是要正转下，正转下之后，我们所谓最速就是你们指令要转到最快了。对，就是你要马上转。他指令是这样，因为一般铁三靠是这样，然后下手。嗯，对啊，如果你这样转的话，就一定会慢。啊，有了啊，有五个，有五个啊。所以如果要最速铁三靠的话，就是先转好下，然后之后再按。嗯，好，来我们 rank 的第二个对手。欸、他对好像都不会出现 ID 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刚会啦，有啦，刚刚有。我刚刚都没有看到 ID， 我刚刚在看什么？仔细看一下，你稍微看一下，把你打死的人是谁，好不好？好、啊，好、哦，完蛋了！哇，这个 ID， 这是免洗 ID，、我觉得这个 ID 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跟你讲，90%会发现，这个 ID、有可能哦，必须90%会发现，这个感觉好像有可能、哦。我等一下一打我就知道了。好、哦，真的吗？对。来，啊、哦、好，这个不会发现，这很强。
啊，这很强。完了完了完了，不会发现。要去了要去了要去了，这很强。还好一个垂直跳。哎，跳。啊，哦，扛上，是 TC 吗？不是，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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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在凹你在凹，灭了。哇，被虐被虐了。啊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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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去了去了去了。OK OK OK。没事没事，挺得住挺得住，多挤一点气啊！哎呦，这下重脚很敢用，赢了，输了。哦，这瞬移，哎，我跳啦！我们看到将军的将军的六六跟四四，就是他的 dash 都是瞬移啊。四四四吗？四四好像不是。什么东西？将军的四四，哎，是瞬移吗？不是，不是啊。哦，有了这个跳入。好，天虎两下，点三靠，好，好，要延迟打康，将军不理你，剪刀脚脱离，瞬移，啊，瞬移对应的方式基本上就垂直跳了，加重脚，起摔，哦，这个康的有，哦，对面很会哦，这个连段漂亮哎，好，下重脚取消带 V Trigger。有跳！哇！他倒转到你后面啦！灭了！灭了！灭了！剪刀脚不能去。喂！哎呦！碰了一下！哎呀！哇！哎，我以为你刚刚那个推完会把他推很远呢。不会不会不会。哦？他那个是有派生的。哦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打背。凹嘞！一定要凹的、啊，打背啊！我打积分打那么凹，为什么我打积分打那么凹都凹不起来？因为你是卢比，因为我是卢比，每个人看到我的 ID 就知道他先挡包。好，这一套连段打三百，中段赢了，晕眩值赢了啦！干他快晕了，你不压他一下？管他了，我让他一下，干你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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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灭了，大哥，大哥！好，我先 reverse 一下。好 ，reverse 赢了啦，赢了啦，相信我。输了你就糗了，我跟你讲。不会不会不会，他会飞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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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绝对不会用倒转呐、啊！哎还想还想干什么？他会倒转过来，我等下倒转过来我下动作他。然后结果他剪刀脚过来，啊，他没气了啦，好烦哦！该跳了吧，跳一下啦。这绝对不会跳啊！哦哦哦哦哦！哎哦。OK 的，我刚才下手我捞太早了。好、啊，弹头问啊，优柔老师为什么天虎第二次都接不到？天虎第二次接不到，那就是太慢了。哦，手速嘛，还要再更快。你们要跟优柔老师手速一样快的话，有一个技巧就是去买 R 二十。哦，照照他的手，看他手速多快。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差不多，差不多啊。或者是你们要玩手，你们要练手速的话，我们第三趴要玩这个游戏好吗？这是练手速的话，哇，手惨了，排球界第一个职业人手，我告诉你。好来，哎、欸，刚刚那个将军真的不错哎、欸，真的啊，不错啊，哎、欸，可是为什么比赛将军比较少看到？将军有没有到比较少吧？我觉得将军这一代很强哎、欸，对啊，蛮强的啊，就是伤害力跟。我觉得重点可能在他力回可能会有点麻烦，我觉得啦。力回啊，对，因为主要是他走路速度慢，对，他只能靠 dash， 他只能靠 dash。好，我们天虎第二次哦，老师示范一下，好不好？哦，天虎第二次就對就这样啊。哦，对啊，其实、欸、很快、欸，对啊，很快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完美的手，哎、欸，你看这个铁三靠，对不对？我靠，你看那个铁三靠。有没有啊？而且你、这个对，我感觉你好像四代的习惯都在留着，你会刷一下。这个就是要刷啊！啊，这个要刷，这个就是要刷，因为它是这样啊。有人啊，因为它是正转角之后按手。哦。对，正转角之后按手。哦。我看那个谁，某奇，他刷都还会刷两颗。啊，对对对，他还会刷。他比我更屌哎、欸。对。对啊，他连刷那个都刷。那个刷到那个指令表真的是有够。对对对。就一排有没有？Yoro 老师挡住对面的攻击，会一直点东西，点轻手啊，就是跟他抢招啊。嗯，对，抢 counter， 因为卡琳也是可以带清泉骑士连段啊。对啊，而且他清泉又是卡琳，不要卡琳。哦，韩国来的，韩国的哦，我最会打韩国的。哦，这个账号有点眼熟啊，可能是那个胖狗的小号吧。胖狗。
有必要这样子吗？有。胖狗那种个性不会开枪。哦，也是啦哈。对啊，他要打就直接跟你打。哦、胖狗是练卡林的吗？不是，胖狗是签名。好，这个。还想动？好，没动。哦，他放枪了。你这运气好呢。老天要让你掉分都掉不了。哦，他中段用好多、哦。这个不行啊，你下次会挡的啦。对啊，还要解摔喽。解摔？哦，没有。还在变，自以为神预测。来，打他。他加一啊，不能乱动啊。你说刚刚那个红莲拳那个吗？对对，红莲拳的肘击下中手，然后不要派针到背后的话，那个是加一。OK。开场跳嘞，我没品啊。哦，会挡了，会挡了。啊，这个大雀哦，大雀板，掌握一次机会。该凹了吧？我觉得会凹啊。凹凹了风，该凹了。你凹了。哎，他不凹哎，这会不会玩啊？是我就凹了。是啊，那他会跳咯，差不多了啦。哎、欸，他是不是在看节目？他是不是都不听我讲话？你那边延迟一分钟哦，韩国人哦，嗨，来挑了一下，爸爸，哈都给他按就好了，吼、哦，很烂哎、欸，这个游戏真的很烂哎、欸，太好笑了，这应该是我们，害我生气到想要喝水，我们。开从快打五，我们快打五快打五做节目到现在，第一次有人节目上发现。我们刚刚啊，那 PC 版是吗？有点忘了哦，反正 PS 也是可以拔，不过没差没差。好生气哟！我觉得这个连段最难。天虎之后接无尽角还可以接 CA 吗？还可以，可以。他这个 CA 是最简单的，这种是基本款，这是基本款。伤害也不错、啊，伤害也不错。他一个比较难的是无尽角之后要接天虎 ，ES 天虎，比较难的。嗯，这个比较难。这个比较难，然后再这样，因为他天虎不能赘述，如果可以赘述反而简单。哎，有看到啊？哎，我现在才知道哎，你都不知道卡普通最会骗人的。对啊，我真的。我们明明都已经连线品质设4-5了，他还给你两格。对啊。把线账号要记起来，要上大自爆是不是？啊、哦，很好。哎，我跟你讲啊，好难哦，什么分数的都会有人拔啦。拔线账号。不会，我们不会排挤 PC 啊，连小象在排 rank 的时候也是会排啊。但是基本上我是不排。我最近有发现一个 set， 来，快点，给你机会讲解。这摇杆坏了，不行啊！哎，这一只不是你带的吗？我不知道。哎，哦，两次，你说两次天赋还要接什么？然后那个前之后，然后236K，哎，可以用下中手持续压起身，可以接换边吗？不是，哦，就是可以接而已，对，用持续压。哎，我记得是可以的，我看比赛是这样用的，因为我还没练啊，我只是看比赛就这样用。公馆出界了，公馆出5号机哎，我没带啊，那么重。哦，没有，那个我借我弟了。然后节目上有一只现在在叶子家啊，跟公馆讲一下。然后哈鲁的有带，公馆那边的单都满到我都不好意思找他。他今天开早上开，对啊，马上就满了。没关系，原来是前两次满到4月。你这打那么久才发现，你真的是。哦，对了，前两次啦。哦，好，你讲解一下怎么按。好，对，可以压起身。哦，对，有没有？因为原本这个连段是不成立的。但是如果你天胡前两次之后下中手再按的话，就是可以变得可以连断，哦，这样有没有？这样比较痛。哎、欸，是，就是 dash 两次之后的安全套路。对、欸，不是安全套路，不是安全套路，就是一个打持续的套路。因为这一代重攻击会磨血，也会耗白血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你用重攻击去压，也会有好处，因为它会耗白血。哦，对，本来不能连的连断，因为你提早伸出去。
我中手已经放在那边等他起来了，然后他起来再被打到，然后我是不是收到会收的比较快？这跟你一般打到不是一样？不一样啊，不一样。比如说我伸出去五伏，然后打到，比如说打到加四，比如说打到加五好了，然后变成你伸出去两伏。两伏的时候他还起身，你是不是后三伏才打到他？反正就是打得到。对，反正就是打得到。本来为什么又是卡琳？这是卡琳快打是不是？我真的，我一定要很悲痛，我要把卡琳给灭了。只留你一个多少？这几分？这几分？哇，2500哎，那就代表四。哎，这排名好高、哦，4-5000分了、啊，可以啦。五瓦米，这应该日本人。哎，有有，这会玩了。好，这会玩了。有我不让了，我不让了。小心啊！啊，灭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！你现在6连胜了。哎呦，熬这个，他一定不会解摔啊！你要先摔他、啊，是不是？哎呦，会呢、欸啊！被骗了，被骗了，跳了哈，该跳了吧？嘿，我跳。哎呦，不给出去，换边。哦，哈。哎、欸，中断！哎哎哎，看、欸、你他妈的，前面打那么漂亮，然后这边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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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他个机会啦！哇，好险哦、喔！我刚想到他死了，刚抖抖的、啊，先前吓他一下，尿都要闪出来啊！真的、欸，打高分的果然不能这样，还是有解摔，一般都会放摇杆啦，凹他一下。你真的很凹，哦，雀板完了，雀板，哇，换他凹。啊、哦，要赢了，要赢了，晕眩值啊，挤、哦、角落，换边啊，继续凹，这个凹可以啊，啊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哎呀，我要站中手的按错了，他真的很凹，你好意思说人家？啊，中角。判定真好哎、欸！完了进不去，你就等他进来哦。啊，对啊，你不要你不要想说上节目你就写领先来继续冲哎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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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可以啊，这游戏可以了啊，这游戏可以了。只要是打卡琳，我自信不会输啊。这几分的、啊，看一下。啊，4000多，到这边就哦。所以差不多哎、欸，差不多。他分数还比你高、啊，他分数比我高啊。嗯，不错啊。哇，没漏气哎、欸，到现在还没输哎、欸。对啊，我大概打到节目输都不会输吧，我就直接上8000。哦哦，就是200多连胜，直接追小象是不是。对对对对。哎呦。所以，哎、欸，我们刚刚有问到什么？卡琳的 V Trigger 你通常会在什么时机开路？你一定会确认命中吗？还是说有时候没有先用了有？有时候就是先用了，因为他 V Trigger 他有很多种派生方法嘛。比方说这个直拳可以把那个对手一直在点的拳打掉。嗯哼。因为对手如果一直点拳的话，可以赢所有的东西，可以赢这个，然后也可以赢这个。嗯。对。对，然后也可以赢这个，所以很多的对手都是一直按轻拳、哦，所以我一般都会先配这个。哦，有了。我一般都会先配后队，看他是不是一直点的。如果他是一直点的话，我第三拳就会直接出去。哦、oh. ，因为他会一直点嘛。哦、oh, ，对了。因为老师CC完后换边那个是 combo 吗 ？combo 啊，哦、你说换两换边那是 reset 啊。我是 CC 打上去之后中手之后打，然后再换边，换边之后那是 reset， 那是一个表里者啊。如果你打的点低的话，顺过去会是正面。哦、oh. ，对对对，但是不好抓，我大部分都是抓背面。然后你刷到背面之后，你还有一些比如说退康。或者是直接摔他，或者是原地跳打他延迟解摔，这就是你有好几种可以打，我有好几种可以折，对，但是一般我都是直接先按，因为对第一对手第一次看大家都不会打。哎、欸，4000内卡里哦，4000内卡里可以 ，no 修改可以啦，这该不会是马克思？你不是要练2 MP DHP？ 我刚练过了、啊，天胡两次之后前两次，那我刚会了，然后下礼拜就忘了，欸、真的哎、欸，哎呦，开场46P， 然后我还没确到。没有，他的尖端不是很好缺的吧？好，完了，他没缺，啊、没了，吓他一下。没有，他尖端不好缺。哎呦，这 dash， 卢比奥，好、哦、没有，他不会凹，这种分数又不太会凹。感觉是确认能力有够，哎，没有，我在等他凹啊。
人奥哈一下啊，完蛋了。哎，会呢，一套300多，哎，好贱，心机好重啊，好重啊，我还在等我凹呢，对，他在等你凹，好了，哎，跳，凹，他真的不凹哎，如果是卢比那时候就凹了，就跟你说人家四千啊，好，好，哎呦，点轻脚哎，哪有人用这个啦，啊啊啊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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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我把他当卢比了啦！不能当卢比打、啊啊我不帮凹了，喂喂喂喂喂！等下就给他凹了，等下就给他凹。因为玩点卡里都凹，差不多啊。对，凹一下。其实连五代的连段，就是他还是有一个节奏在啦，但是就是你可以用连打的方式去打啦，就按太快、按太慢都不太行。就是如果你要取消带必杀技的话，我、啊哦、没踩中。他还蛮爱跳的，哎，哎呀，哎呦，延迟摔 ，OK， 啊，你想偷？哎呦，等到，换边哦，这是我刚说的正面，打点比较正面的。你看，你每次都打我背面，机车，哇，你走过来摔，啊哈，啊哈，我只要踢中脚就赢了，相信我。啊看。完了、啊、哎呀走到不要让他了啦，哎呦喂啊，还没死，对，哎好好赢了赢了赢了，还没死就是他死，干差点死，哎中断，你有没有中断，那我就知道他会中断那个小哦，第二下吴俊角没踢到啦，哎呦早知道我刚先爆气了，我打到已经给你一次机会了，这小子不错啊，我刚给他一个机会，刚给他一个机会，然后他就不放过我、啊。我刚都知道他要中断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你遇到这种打跟你打稳的，你就不太行。对啊，你看我，而且我还知道他第二场会凹、欸、他第一场都不凹、欸、对他第一场不凹，对啊，第二场都凹了，第二回合开始凹，还好我是反毒他，结果还是没有抓到自身的关键。嗯，哎、欸，老师刚刚有人问说，连段是要按快一点，还是要按慢一点？按的刚好啊。没有了，因为就是啊，可以这一代可以按快一点，这一代可以按快，这一代可以按快。那可是问题就是说，有的人会卡在说，比如说你，二 MP 带完要带天狐那个地方，他取消的时机抓不带到，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像最基本的龙下中脚接波动拳这种东西，那其实在每一个角色都会有很多嘛，比如说一个拳脚带一个必杀技这种东西，那有些人这个点他就抓不到哦，哎，因为那个要按很快嘛，我那天就练很久，对，像他就要练很久，他要练那个。那个米卡 TC 要接屁股，对，他屁股都出不来，那就是转太慢了，屁股一定是转太慢了，屁股都出不来，给他感觉怪怪的啊，露屁股啊，屁出不来，因为我转得很快了，对，而且我不想要就是连打，我想要转干净一点，对他想要指令干净，可是连打也可以啊，你们没看我每次转其实都是这样，他其实很多都在连打，对啊，因为这一代有，不过转干净是好事啊，因为连打其实是坏习惯，嗯，对啊。要不然等一下你教你等一下选个米卡练习模式跟他讲一下。好，我等一下选个米卡跟你讲。对啊，反正卡琳就这样了，没什么好讲。没有啊，其实卡琳很多更深的东西不太适合在节目上讲。对啊、欸，怕大家会听到想睡觉。我来讲一下米卡。我等一下讲一讲自己就睡了。好，等一下这个就是。自习灯啊，就睡着了。对啊，嗯。今天打的对手都好硬哦，为什么？他现在废话，你都4000分了哦，分数我调过了，是不是？有啊，你的伺服器维修啊，让你配对机制不会配到什么2000那种。好嘞，哦，他后起身啊，没看到。哦，他后起身哦。哎呦，这东西还给你打到。啊！你把剪刀脚过来了。哎，我看到了，剪刀猜对，不过他用、啊、他用轻的。啊！我延迟打开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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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有速摔、啊，他速摔啊！会不会玩啊？按速摔？不是啊，这一代本来就都速摔哦，就按速摔，打死你啊！我两边跳，不能接个，你得妈中断无耻，怕我，然后不接 CA， 你妈，你留气你就死了！我跟你讲，你留气你就死了啦！啊啊！你在留气没？嘿！好啦，等下不留气了啦。我想要让他一下，因为他是牛气，给他一点甜头、哦，你知道吗？这一代已经没有人在牛气了啦，你气那么好急。好，下重脚。因为刚刚 Yolo 接那一套红莲拳可以接 CA，
他因为他没有接，他想把气留下来。剪刀脚竟然却不到啊！啊啊哦！哎，还用那个却？因为距离太远了，会怕。哦，会弹开。OK。啊，有了有了有了！你的碗对空还按到，真的是很帅。没有，我看准了。你屁啦！人家都跳，已经跳到你面前，你才按再放手，你搞骗。先给他一点机会。搞骗。哦，漂亮！哦，这个换边，漂亮。就是刚刚优乐老师提到的。好，没有，哎，不中哎。我还想说，你有什么安全跳就上去了。哎呦，一个失误啊！啊，打给侬，太空，哎，确反了，确得到吗？啊，完蛋了，完了，打开，哎，这边贪心。啊，换边。啊，完了，你进角落。哎 ，OK 了，我角落。怕怕。哎呦，哎呦，太好了，中断。妈的嘞！他没有无敌技啊。哦，对，他没有。对啊，我觉得将军的缺点就可能就在这里。对啊，就是他起身会很痛苦。起身会很痛苦。他被压的时候很痛苦，除非像刚刚那样凹，除非他留三格气凹吸耶。那吸耶很快啊，五伏啊。要不然就是他把，哎，我们换一下那个米卡。好好。哎。好，刚好、欸、按错了。哎呦，你也知道当兵嘛，就是会做同样的事情。真的，是不是？对，一直做重复同样。其他折蚊帐啊，折蚊帐。那折四个角，折四个角。折豆腐，折豆腐。好啦，所以这一趴也差不多了，赶快米卡的东西讲一讲。哎，赶快，回到第二个。啊、哦，第二个是。对。这你再多打一次认可就差不多。OK， 认可欢乐时间过得那么快啊？是啊，哎，所以你今天又没输嘛？哦，有啊，输一场啊。哦，就刚刚那个，就一个被人让开打，那雷卡里嘛，对不对？对，那雷卡里有种，你要玩雷卡里这种规的角色，你就沉不住气耶。我可以啊，我可以。你要用雷卡打认可吗？没有啊，他没有，他练习模式这个啊，但是你他连线的时候可以那个。进去是米卡。好来，那个 TC 接 PP， 不就这样吗？啪啪啪。有没有来？对，是哎会呢，有没有？是卢比不会教吧？干最好是卢比不会教吧？有没有？哎，我一讲，我一讲就会了。你我就说嘛，完了这个不给师傅面子啊！我在家里面试很多次，你在家里面按很多次，可是我那个时候用你的摇杆也是差不多很快就出来了、啊，啪啪啪！他大学就只有。就是用普通拳脚带去带而已。对啊，没有其他招了吗？没有了，普通拳可以带摔技已经很好了，已经很厉害了，已经很厉害了呀。嗯、应该说这一代的，那个如果是 C A 是摔的话，都可以这样带。一般命卡比较常见的就是这套嘛。嗯，对啊，雷电梯 T C 手。对，對啊、我还没有让他从雷电梯开始，我就直接让他先从 T C 开始。Hey,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常接的是什么？中手。哦，对啊，丢角落。哎呀，看要后后一次而已啊，我不熟。要后后吗？要后后。哪有那么复杂、啊？要后后才踢得到墙。哦，是这样。对啊。哎、欸，真的我没注意到啊。你看，如果不后后的话，是不是？哦，难怪。对啊，我难怪。我想说这一套好像怎么好像场中不能用。哦，哪会撞到墙？哦，这样。哦。然后辅斗，因为他 T C 其实打完会被却嘛，哦对，对不对？因为是负五嘛，对，所以如果厉害的高手看到被挡住就会飞走，哦，直接取消。对，然后如果看到打中再按，哦，我觉得这个要练的，我觉得这个要练的。嗯，这个我目前看台湾民卡玩家还没有，还没有啊，对，因为也没有什么人在，因为我只有看到辅斗，没有，重点是没有什么人在却那个 T C 打，却那个 T C， 对，没有什么人会却。那可是 T C， 可是他直接按，如果他直接按中拳可以吗？不行，当然可以啊，可是他不是负五啊 ，T C 是负的，普通中拳不是，但是普通拳会比较慢了、啊，因为他站前脚三伏吧。如果人家要跳跳不起来、啊，叠电梯踢过来加二，你按三，你按那个，哦，又是卡里。哦，这次来了一个是哪个国家的、啊？冰清哦，冰 Choi。冰 Choi 啊，菲律宾，菲律宾是吗？其实是菲律宾的吗？你搞到赔，我乱讲的，不要乱讲。哇，四连胜呢，比我还高哎。啊，
好啦，角落要晕了，这我已经懒得抱了。这就是 Yoro， 再换边，河北。哎呀喂！哎呀！怎样啦？你要怎样啦？你有事吗？是不是？河北可以，卡琳必须死、啊。泰迪，你有事吗？卡琳必须死啊！玩卡琳快打！凹，那应该是安全跳啊，我没弄好而已啊。凹一下，你他妈的！哦好 ，B 你们走会哦。那个不是巴西吧？哎呦，哎呦，阿 B 你们手用的蛮惨。哦，哇，凹到。他会跳吧？我觉得他会跳了。没有啊，搞到铁三靠过来哦。铁三靠过来，那我就原地跳等他。嗨。好好，在那边凹嘞。不让了，不让了。啊！完了完了，去了去了啊！乱玩，给他一点机会啊！好，菲律宾哦，真的是菲律宾，好，是不是？真的是菲律宾，我啊，好吧。所以我们跟菲律宾的线路也不错啊。会飘吗？会飘吗？不会，不会哦。因为你知道我们以前快打是有办过跟香港的欢喜赛，对，那时候线路好的时候。我们就香港那边14个玩家聚集在某一个人的家里，然后台湾这边也是弄一个场地，然后14个人聚集，然后14打14这样子。我要输了啦！哎呦！哇，你在耍？哦吼吼吼吼！不行啊，一定要我弄才可以哦啊！嘿，刚刚没对空啊！你要说没有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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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哎哎呦，你知道？哎哎哎！哎，就差不多就这样了啦。哦，对了，原来这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啊。嗯、我们是不是该来安排一下那个台湾 VS 菲律宾14打14的团体赛？总是要离开舒适圈的嘛。对啊，你不能老是只在论客线上欺负人啊！你看今天就遭到报应了，是不是？觉得很难过。也有今天气势很旺，想说哇一直赢哎、欸，然后结果最后这样子。啊，有人想捧你都没机会啦！我看我们还是乖乖来练这一款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下一趴呢要玩的就是啊，沙滩排球 DOAX3， 好不好 ？DOAX3 啊，各位，这一款游戏呢啊，势必我跟 Yoro 都要成为职业选手啦。没有啦，我们会用桑尼的厨房的方式来跟大家玩，好不好？那休息10分钟，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